给错吸管。 是啊，你每天买你怎么不看一下？哎，可以喝哎！你是不是想喝？那怎么办？先喝吧。 终于签到了，干嘛？我上课。早餐啊，等我。 我觉得很 sweet 的，第一次牵手的感觉，牵着就不想放，但是那个我觉得处理得很好。叫下一位进来，上来，介绍一下自己。老师们好，我是吴佳怡，今年23岁，身高1米6，体重84斤。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2013级表演系本科二班。先声明一下，又是我家的演员，所以我不发表任何意见啊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？你就不怕我为了公平起见，第一个把你帅掉吗？那你要是因为我是欢玉人，第一个把我帅掉，这也是不公平的呀。于先生，刚才他说你是他公司签的演员，他什么打动了你要签约给他？ 老板说：“哇，佳怡，你一定会红的，签给我吧。”<笑><笑>当时这句话对你的触动大吗？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，本来老板不在公司的，然后机缘巧合，就老板赶回来见我的。其实他是，我觉得老板能够为了一个只是听别人说一个挺好的苗子，他就能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，我就觉得他惜才。<笑>我签公司第一部戏是《朝歌》，然后于正老师签了我。 给了我女主角的角色，那你觉得你是哪个类型的演员？是天才型还是后期努力型？我没敢不努力过。我出个题目好不好？你是姐姐，等于是弟弟。姐姐，你把弟弟养大，但是突然间今天接了个电话，在说你弟弟在我们超市里，我们怀疑他偷了我们的东西。好。 您不必看我面子啊，反正行就行，不行拉倒，试试看。挺好的，他非常好。对，他确实也是非常好。嗯，他非常好。<笑>
因为我觉得演员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，所以我一直在外面高强度的训练自己，想让自己变得疲惫一点。黑雨，你看我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打工的，就为了赚钱给你。还有啊，你让一研究生也接着供你读，不读，拿点工作。天宇，他是个感受力特别好的孩子，我就直接选择相信对手。咱俩把我给他看一眼。不必，没拿他们东西。你看了我，你看着我眼睛再说一遍没有？东西多少钱？姐赔给人家，姐跟人道歉，快点！姐姐生气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打你了，快点！那你看着我，姐姐不爱你。咱什么事回家说，好吗？钱的事你不用管，你就把东西给姐姐，给他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玩意儿多少钱？说啊，好停。我特别喜欢他结尾的处理啊，就是他问他多少钱那个地方，就是我都感觉到他腿软了，我能感受到你的那个虚弱，就是太贵了，就是你就想着拿个什么几百块钱的东西，拿了个五六千的，就是我能感受到。其实我对这个结尾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。想提出一个意见，其实演得不错，但是我们要让一段戏好看，肯定会要找一些戏剧的张力。张力，有时候我是我妈妈，就是像你一样这样，哎，有没有偷？有，要拿着手就是个情绪，就可能没之前那么多，一直线，有一个反差和变化。让自己有合理的爆发出来。